想象一次冒险，走进皇城深宫，亲眼见证风云变幻。说辞啊，兄弟！不好意思，我乃万岁爷钦定的昭定司掌印，朝野上畏惧萧掌印胜过于畏惧朕。人比花娇，就应该艳名远播，不应该恶名在外。你是干什么呀你？我跟你说，他看上我。啊？我也是为了他，才坐上了那个原本不属于我的龙椅。我拿他当姐妹，没想到他居然是觊觎我的美色。娘娘这是害羞了。人生在世就像是玩牌，你的心只能有朕。牌是我做的，这规矩呢我说了算。就算把整座皇城给我掀翻了，也把人给我找出来。无论是七重还是第一九，用心起念，非此不可。我的演绎是不是特别精湛？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的瞬间。